汐止北峰国小中心路上正门口的人行道，沿路走来可见电线杆和树木挡住了人行道，可行走的空间实在非常狭窄。不止行人走起来不安全，小学生上下课行走也让人担心。因此，今天新北市议员廖先祥就到现场会勘，了解目前的状况。这个我们汐止的北峰国小，那外面学校周围的人行道，应该是我们整个汐止区市区最危险啊、最不友善的一个人行道了。那所以大概从前年开始那就启动了我们北峰国小的这个周遭人行道的一个改善的计划。那经过营建署长时间的审查那终于在今年通过了。那今年1月1号的时候，那就开始再开始这个开计算空期。由于中心路车流量大，因此人行道向外拓宽的可行性不高。学校方面同意将围墙内缩，让人行道有更大的空间，并且会将人行道上阻碍行走的电线杆一并下地，树木移植到校园内，公车候车亭也会重新整修，让行人有更舒适的行走空间。那我们这边学校周边的问题是说，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学校正门中心路的人行道现在现况大概是1米8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的障碍物，包括我们的电线杆或者是我们的树木或者是我们有公车亭等等，那都阻碍了我们这个行人通行的一个安全。那所以说之前就跟学校讨论说，我们的围墙是没有办法退缩，因为这个人行道如果说往马路拓的话，那这边交通量也很大，可能也没有办法往外拓。那学校也同意，那就是围墙往里面内缩。我们很谢谢议员一起来关心学校周边的整个交通的一个环境，包括像我们一个候车亭的一个这个往后移哈，那让学生们呢将来啊能够有一个更安全的一个通学的环境。工程目前正在进行中，预计最晚今年底将完成。除了学校正门口的人行道外，福德一路和环河街的人行道也都将进行拓宽，并且将电线杆等设施进行整理，营造更友善的人行空间。记者李嘉文汐止采访报道。